上神，这劫破灯中的月相已搜集过半，上神是否有回宫之意啊？我对那月宫早已了无牵挂，回去也是自寻烦恼。这魁姬的心结也已解开，上神何必耿耿于怀？还是上神心中挂念昭颜姑娘，不肯离她远去？ 上神，如果你真的是为此的话，也请尽快了却情缘。你今日是怎么了？一反常态，平添如此多的感慨。之前你不都是一直在撮合我跟云昭言的吗？上神，你们人先殊途，这样下去只会重蹈当年帝君和魁姬的覆辙。更何况当年觊觎上神双眼之人，仍可能潜伏着。若那人发现了昭言姑娘的异样。 上神，或许你离昭言姑娘远一些，反而是对她最好的保护。难道是我奢望过多了吗？ 真好玩，而且它像一个小球。真好玩。妹妹，你在跟谁说话？妹妹。真好玩。真好玩。怎么这么烫？妹妹，你乖乖在家待着，哥哥出去给你找大人来。 是那个小逆仙，来，跟我走。 叫阿诺，你在找你妹妹啊？可是那个小妹妹，她不是你妹妹，以后不要再跟着她了，好吗？ 你说，是那个住在义庄的姐姐让你来找我的？哦，这个云昭言，真是越来越过分了。当我这里是慈庵堂吗？谁都收留。哎，我又没不让你在这等他，你走什么？ 现在青州城的女子都这般放肆了吗？
云昭言。婆婆，你等的哥哥回来见你了。阿诺，婆婆一直在等你，等的头发都白了。云儿飘，雁儿桥，波浪鼓摇呀摇，妹妹乖，快睡觉。云儿飘，月儿桥，波浪鼓摇啊摇，轻舟拜月童儿闹，哥哥摇鼓妹妹笑。这些都是哥哥教我的。我的家人终于来找我了。道个别吧。云儿飘，月儿桥，波浪鼓摇呀摇，轻舟拜月童儿闹，哥哥摇鼓去的地方吧。昭言，对不起，是我把你引入了危险之中，希望能弥补对你的亏欠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入神。谢大哥，我都没注意到你来了。听说你在南郊遇见了刘匪。啊，还好大人及时赶到，救下了我。你手怎么了？啊，这点小伤我都习惯了。
今后还是要小心。嗯。这个给你。以后，若是遇见了什么危险，就把这个砸碎。到时候，我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救你。哎呦，不用这样的，我自己应付得来。不用误会，我这样也是因为心里有亏欠。亏欠？是啊，南郊本就是我的管辖区域，是因为我的防范不周，才让你遇到了危险。谢大哥不用介怀，也是我执意要去的，有大人在，我这不是无事吗？你与大人相处的还好吧？啊，我们和之前一样。那就好。既然你没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记得，一旦遇见什么危险，一定要用这个罩我过去。一定会的。嗯。